呀，你家我兄弟在家没？我老头出去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进屋说吧，快点。这啥事儿啊？这火烧腚似的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出大事了！要不我能这身打扮吗？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。啥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。别拽了，你说的事儿吧。咱们俩走在雪地上，你没走几步，突然就晕倒了。我一看这没气儿了，我一面打120，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。咋的？让人看见了？不但让人看见了，拍上了，传网上去了。可能人家是拍雪景，把咱俩给烧上了。最可气，把照片给放大了啊！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，那字咋写的？一对老情人狂吻在冰天雪地里。你说你也是，当时你就看看身边有没有照相的呀？你说啥？当时我是救你命呀，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儿啊？当时我要知道你给我做人工呼吸，我还不如啊一下子过去就得了。不，你这人说话咋没良心呢啊？大哥，真正的啊，你上我家来，你啥意思？那你说吧，啥意思呢？你是我救过来的，这回你也得救救我。我咋救啊？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。哎呀妈呀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可绝对不行。俺家老头啥样你也知道，小心眼儿啊。你说你把这个事儿告诉他，肯定得炸面儿，回来得气死他。兄弟跟我干仗，送的也得跟我离婚。大哥，你救我，老妹子感谢你啊！你真的救人救到底，这事儿吧，你就自己担着得了。你别说底下那人是我就完了呗。我不说不行，那我成啥人了？我儿媳妇和我儿子不得黄吗？你说我儿子儿媳妇知道不也得黄吗？你黄不黄？你得把这事给我整澄清了啊！你这啥人呢？你这是？肯定得黄。你黄不黄？你真黄？你这事你就给我。他说啥呢？呀，大哥，啊，你过来来。小严呐，哎。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好人王大海啊、哦！你好，王叔。哎，你好，王婶。这海，冒冒失失。这是我老伴儿、哎，这是我家，我老他是个老光棍的，他哪有媳妇儿啊？你咋了？我这找你不有事儿吗？我还正找你，林记者上你家找一圈没找着。寻思上我家待一会儿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呢。你介绍一下你，那个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报社啊举办一个活动，要评选社区好人，我宋叔极力推荐您，说你是个大好人，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。啊，你们是为这事儿来的？来，对呀，推你来了。王叔，哎，那咱们开始采访，采吧，那就采，你坐着采，坐着采，来，你坐着。好，谢谢。坐着踩吧，王叔啊！哎，听说你在社区专门为人搞调解。哎，我就是闲的，我欠欠的，我东家调西家调啊，调的一堆麻烦。咱就说那天的事儿吧。啊，那天的事儿吧，也没啥说的哈。我大哥这个人呢，他就是谦虚。对，大哥这人呢，是个好人，他的确是谦虚。咱就这么说吧。就他这点退休金，再加上他平时捡捡瓶瓶罐罐卖那么点钱，就这经济条件，还包了六个老太太。啊，这个服装费，你把话说全了行不行？是怎么回事呢，记者同志啊？我们社区啊搞文艺演出，我给买的服装啊。哦，算我老伴儿。包起一个，我老伴是单包的，单给我老伴做个旗袍，老带劲了。那旗袍哈，就那开线儿，到这儿。哎呀，你说那是开线了？那啥，这么回事儿？那天呢，我当报幕员，穿的呀肯定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那个采访差不多了哈，大哥，你家不有事儿吗？有啥事儿？我采访，嘚瑟。这采访
我也没说上话呀。对不起啊，我激动啊。你说，你别给他瞎掺和啊。记者，你踩他。好，踩他。那个记者啊，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。好，其实吧，哈，那个，其实吧，我大哥这个人跟你说啊，哎，就是啥呢？说的少，他做的多。对，大哥这个人真是个好人。原来我啥人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那小心眼儿像针饼儿似的。嗯，那我老伴跟人说句话呀，我都是压抑半年呢，都抑郁了。你看现在要大哥给我调解的哈，就我这心态哈，老乐呵了。没啥事儿，我还唱个歌呢，我新学一首歌，你要给你唱啊。臭美，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，哎，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呀，分开看雪山上，哎，坐。淡定，你瞅着没？我都给调疯了。你就这么说吧，啊，就没大哥呀，就没有我今天呐，就没有大哥，就没有老伴这条命，啊？这么说，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的命。可不是咋的，就因为救他呀，我可不是嘛，哎呀，我跟你说记者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要没有我大哥给我们两口子调解，我根本都没发火。哎呀，你看我老头那小样，哎呦，人小心眼还小呢。嗯，我跟哪个老头说话，哎，就说我跟他有事儿了。我瞅哪个老头两眼，说我跟人飞眼似的。我又打个电话让我摁免提，嗯，看看对方是谁。有一天我生气的，我就没给他摁，你就得摁，我就不给你摁，你就给我摁，我就不给你摁。我当时咔嚓一下，给我婶打了电话，还让我钻席碎，把我从家出走了。他一走我就蒙圈了，干嘛呢？这肯定是有人呢。这朋友啥意思啊？我想不开了，我就把那窗户一咬踹，就嗖一下我就出去了。啊，跳楼了？你咋不好好想想啊？哼，没跳之前呢，我啥都没想。等我跳出去以后啊，浮想联翩的，我就想，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，回去还能回去了吗？你到那DVD 呢，还能倒回去？宋叔，那倒不能。你家住几楼啊？二楼。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，直接就下去了。你是不是没跳过？一瞅就没经验。不信你回家你跳一下，你试一下啊。就人在跳楼那时候思维特别敏捷。是啊，你就给我整忘了。跳到哪儿呢？一楼半。你看看还能想起别的事儿了吗？对，那时候我就已经跳到一楼半了。到一楼半的时候我还想啥呀，就往下掉，胡同一下就着陆了。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，我就看着眼前的花花草草的，我一看这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。哎呀，带劲呢，正陶醉呢，我就发现屁股底下稀圈稀圈的。我低头一瞅，妈呀，有个天使。天使？嗯，我当时我搁楼下浇花呢，他搁二楼嗖家就下来，一屁股就砸我身上。我住俩月院，他啥事没有。腰托太慢了。这都能琢磨的了，行吗？记者同志啊，大哥这事迹呀，你们采访差不多了啊。那个，你家不有事吗？赶紧回去。您老撵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我这关键事还没说呢。嗯，你还有啥关键事？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说的话，你说你要评上那社区好人，我就评上了，我不也是坏人吗？快说，快说，快说。但是我怎么说呢，你说我长一千个嘴我也说不清楚。这是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。啥事儿啊？别说我成啥人了，来你们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。哎，咋的呢？你瞅瞅，
妈呀！妈这玩意儿，妈大哥，那是你吧？那人是我。哎呀妈，你可真疯狂啊！哎呀，那底下那是男的，是女的？女的呗，啥子都能看出来。你想哪去了？你瞧我都急成这样，我那是救命呢，他给他做人工呼吸呀。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这是救人呐！他心脏病犯了，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，就让别人给他拍上了，就传网上去了。现在这事我跟谁说，人也不信。你说你个完蛋吧，这事好办呢？你把底下那个龇嘴獠牙那个你找出来，给你证明一下，不就完事儿？就是啊，你看，找着了，人家不承认呢，为啥呀？人家说有儿有女无法面对，最主要是他有个老头心眼小，怕两口打仗闹离婚，说那话丧良心。什么玩意儿，给人家把你老伴救了，你还有功夫小心眼呢？气死你，这领我去找他去找。喂，那是兄弟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现在就这么个人，大哥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是那个老头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。这事大哥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如果那个龇嘴獠牙他要不承认，老伴儿顶上去。就听大哥证明一下。兄弟，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不用顶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龇嘴獠牙就是他，就是你媳妇儿，我救他呢，你看考验我呢。不是，别闹，咱们我可以帮你就盯上来，但你别整真了。兄弟，记者也赶着来，来你们核对一下看是不是，来你帮我放大，我看看。哎妈呀！真是，你看这眼睛，这痦子还搁这呢。主要是龇嘴獠牙呀。你干嘛呀？那是你，你为啥不早站出来呢？你看把大哥难为的，满脑瓜是汗呢。做人得讲良心呐，我怕你生气，你不小心眼儿吗？哪小？鞋都三五的，哪小？咱们呐，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呐，捕风捉影的，把好事给说成坏事儿。那以后这个社会上，谁还敢做好事儿啊？咱们这个社会呀，需要正能量。需要大哥这样的人，老伴儿，你就记住老头一句话：只要你不离不弃，我就生死相依。老头子，你干啥去？我站凉台上透透气儿去。